嘛吼，三一八安那发生吼，三一八这少年人吼，今嘛吼，今嘛差不多三十至四十岁，差不多拢三十至四十岁，又比较四十吼，三十几有啊，三十几吼，四十安尼，啊，差不多真侪人嘛，拢进入政治的这个吼，诶，啊，伊迄个时阵是差不多二十岁。是差不多二十岁，二十出头安尼个。上二十岁。迄个时阵，三一八的发生的时阵，这个人拢差不多二十岁，啊，即摆三十几岁吼。你在二十岁的时阵吼，马英九咧做，伊十八十通会十岁十通会的时阵，收的这个国中国小的教育是虾米人的课本？是阿扁总统的课本啊，两千年以后呀。是。然后了呢，马英九。起码咱来看小草，起码你在归回小草，这个挺科批的，挺科批的，这些小草了，对了，这里就通回，这里就通回吼。进前，这个十外岁啊，十岁的时阵，国小国中用的是什么样的课本？马英九的课本，马英九的基本教育是吼了，啊，一里教踹门，这整面拢是整了了，教育。部长其实无啥换，拢同款遐，拢同款部门长，嘿，啊，拢无换，所以即背档内底处理教科书含咱的教材，其实处理也非常的少。同款是马英九的时阵，大部分拢马英九时阵的教材，拢无换。所以话你讲，小草有两代，二十岁，过来十岁，即马十外岁啊，这是未来民进党即种上大的危机。上大的危机，我认为上大的危机，系即八档吼，即、這个赖清德爱面对上大的危机，就是即个大量的小草，而且第二批的小草是民进党执政的时阵教育下因啊，伊讲阮是读马英九的册，的课本，吼、哦，所以我认为讲，即、這个物件吼，我经常咧怪讲啊，这小草就是伊啰啊那无，你还先怪家己，是啊你，即、這个。教育方法不改变，好、哦，你看以前，这个阿扁总统迄个时阵对教育出真侪力，你要改掉了了，你看开始发生太阳花事件，现在少年仔开始撞入去啊，气落去，硬干嘛用叫气落去咧？无台湾真正错晒啊咧，真正这么错起来，今仔日，今仔统一啦啦，拜托诶，早就统一啦，咱今仔叫中国啊啦，替中国号召啊，迄是刚才冲入去呢，规个 end 咧，外国人向人讲，安奈安尼啊？台湾不是拢要学中国行业吗？你中国人啊嘛，安奈向阳出即出来，变即出来对。但是你也知影，所以因第二波冲入去行政院，我所知啊，像国强就非常的反对，受气啦，非常的反对，要切割啦，你也要切割。但你也知影吼，冲入去行政院这件代志吼，是愈发重要。是安那？是安那？国民党。立法院外啊，你管是王金平在搞嘛？好、哦、不差，但是行政院向弄里了了，骂人家的人了对了，要求天光八点以前一定要给弄出去。是安那？我甲大家报告，外国媒体不是安尼看这个新闻的，外国媒体咧看足简单，你占领行政院，你是啥位？你是政府甲推翻啦、啊？是，你是政府推翻啦、啊，民众甲政府推翻，讲你的政府不好。只要八点上班，伊无到里边来底，政府就是推翻啦、啊。我若话讲媒体，我一定等八点，八点上班，我就甲你写讲，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王推翻，学生啊甲推翻，向占领行政院，失去国名，我就直接甲落标啊，落落去你就抓起来啊。啊，但是实际上这学生啊，含知道的人，敢有这款的想法？无完全有这款的想法，只是未爽呀。只是未爽，但是有这个想法的人。理论上是爱国强爱人家的人，是但是国强爱人家的人是爱反对这个行动，你就知影嘛，伊是顺民、中国人嘛，伊并无想要安尼做嘛，伊只是要得到伊个人伫迄个位顶头好，甲我当作神安尼摆好，我爽歪歪安尼，伊毋是真正要结缘啦，伊若结缘就是冲入去啊，冲入了了噶，行政院啊，你占领行政院要会当安那做，真简单啦，叫运动个全世界，你只要读这历史了，啥样？冲入去了了，行政你占落来了了，唔是在底翕相打卡啦，是直接宣布叫马英九落台，落台行政院落台，定来定选，要求伊定选嘛，要求总统也是一落台嘛，好、哦，你就爱安尼啊，但是你要有足明显明确的诉求，但是无啦。